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Block 可以怎么用哈。其实 Block 如果您有用过那个，像有听过 Scratch 有没有哈？就是那个 MIDI 的思维体系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您找左手边哦，左手边这边都是所谓的目录，好，都是目录哈。所以您打开之后，您看到呢这个地方上面这一块，从变数流程到基本功能，这是所有 Block 里都有的，好，都有的功能。那么往下的就是 Webduino 专有的。好，就专属的这个部分哈。好，那了解之后呢，我们先来看，您看到左手边有没有一个叫开发版？左手边有一个叫开发版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进来之后有三个，里面有三个，那你要怎么样把它拿出来呢？您就是按它，按着它拖曳一下，有没有这样拿出来了？好，就拿出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找到开发版，那么预设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就是所谓的马克一号哈，马克一号，我们现在透过浏览器。去做连接，好，去做连接。第二个，我们刚刚硬体里面除了这个开发板，是不是还有个 LED 灯？那我们在写程式一个原则哦，就是硬体会先接进来，再用软体。你等于说硬体一开机之后就先初始化嘛，确认有这个东西在的，我们软体才有办法去控制它。所以呢，第二个动作，你看我们左手边有个目录，是不是叫 LED 灯？那 block 里面呢，所有跟这个元件相同的积木都会在放在同一个那个类别里面。好，所以你看我们最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紫色的积嘞？好，你就按着它，按着它拉出来，这样就好了。那积木如果你觉得不够大，在下面这边可以放大，下面这里，好，它有一个放大的这个动作。啊，拍谁？啊，如果积木弄错了怎么办？可以删掉，对不对？有三种方法，我给你看一下。第一种方法最简单，按着丢到旁边，好，就它怎么来就怎么回去嘛。第二个，你可以丢到右下角。不过呢，正式那个现在其他版本的垃圾桶已经摆到左边了。你如果坚持一定要看到那个垃圾桶打开的动画，你可以来这边。好，拉远一点你会看到，这样可以。第三个，按键盘上 delete。还有最后一种，按右键，意思一样，好，反正弄错都可以。但是呢，重点是什么？你看一下我们刚刚的，我们刚脚位，你还记得接在第几个脚位吗？是不是接在10？可是现在拉出来之后，脚位在哪里？零，对不对？拍谁哦？这个地方弄对，因为这就跟插座有没有插对地方，因为硬体一定要对哦，这样才不会鸡同鸭讲。好，这样子我硬体就解决喽，我就连接起来了。那连接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看看，如果你想要让它 LED 灯会亮会闪，我们就来这边一样找 LED 灯。你看下面这里有没有一个叫 LED 灯闪烁的？一二三四，第四个，好，第四个我把它丢进来，丢在那里开发板的这个大的积木里面。程式写完了，真的写完了，啊，你看你收紧。那怎么执行？您看右上角，您看一下右上角的部分，在右上角那边有没有一个像 YouTube 的那个 Play 的按钮？有，对不对？你就把它 Play 一下，有没有开始在亮了？这样你会不会觉得 Webduino 太简单？可是我们今天要上3个小时，有没有模拟器就这样？真的，如果你想要玩真的，我就把这个地方。我换成 WiFi 可以吗？好，那我就 play 一下喽。这样不会太简单吧？这样也是玩真的嘛？我上面写透过 WiFi 呼叫我宠物的名字，解决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没有发现很容易？那提醒大家一下，如果哦，还有吓我一跳，我想说我已经停了，怎么还没有停呢？拍谁啊？这关大卫宠物的名字，你要控制当然可以啊，不然借你控制一下，可以啊。但是记得哦，因为我现在是透过 WiFi 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为什么会亮？因为我脚位也是接10啊。我如果接其他脚位，那你就牛头不对马嘴啊。了解了哈，嘿嘿。记得一件事情，如果你程式有改变，我们刚刚不是按右上角执行吗？
如果你程式有改变，请你先停止之后再重新执行一次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过，就是 Web Duino 没有写入韧体那个动作。那你如果程式有变动的时候，就是停掉再重新执行一次，就这样子。因为它的执行是从 Web Server 上去执行，跟我们有没有写到这个硬体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这样了解哈、哦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通常晚点的灯比较好玩，你可以玩玩看。但是待会我们会改一下，还有互动的方法。现在这种方法是不是直接就执行就亮了？可是你要它比较有趣的话，可以用互动的，好、哦，用互动。等一下我们来试看看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如果它也在控制？他也在控制，我也在控制，你觉得最后会是谁在控制？最后一个。对，最后一个会控制，了解吗？如果你没有特别根据预设值的话，你没有特别把另外一个选项勾起来，那就是看谁最后下指令，就是由那个人控制。可是呢，我们刚才也有提过，如果你想要多个人控制行不行？可以，因为 Web Duino 本来就可以多个人控制嘛。哎，但是我们等一下来看，好不好 ？OK， 这样有没有成功？有哈，好。